去找我经纪人拿钱，去帮我找，去找我经纪人拿钱。关于这次入围的心情，其实我们这次特别高兴是因为跟节目一起入围，因为我觉得做节目的人真的很辛苦，他们真的是满满的热情跟热血，那我们这次很高兴可以跟他们一起走红毯，这是我跟冠军一直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刚在后台大家都哭成一团了，真的太感动了，第一次在后台有这么热闹的感觉，因为平常都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。对对，这种感觉蛮好的，真的很开心。快哭了。其实我们知道入围的那一刹那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工作人员那个时候传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穿衣服，然后呢公司就帮他们准备了，每个人都准备一套非常厉害的衣服，对，然后一起来走这红毯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觉得超开心的，跟着团队一起。